覺得點樣啊？即係個煙花雖然比往年可能細啲啦，但係我覺得都好靚嘅，係啦，都睇到香港嘅美麗嘅。哇！非常之精彩啊！點精彩法咧？嗱，首先就呢個前嗰兩三年咧，就呢個冇咗呢個煙花嘅匯演啦。咁所以今年呢個難得就再次有翻呢一個煙花匯演，感覺十分之興奮啊！